东晋刺仓很多。客人都已经结束了，老板叫啊，9月2号、3号啊，叫完你，你们有那个赖群是不是？有有有，你们是没有贴出来的，没有贴出来给大家加入。我那个是属于社群，其实直接搜索就可以找到。赖嘛，是赖的社群。对啊，可以记录吗？可以啊。啊，我到里面。反光不太亮，对，不反光。哦，我拍一张照。又要被人家问的话，干脆给这样，就直接给他们。哎、欸，你 YouTube 上面名称叫什么？是五大字。五大字。小小的，小小的，因为像前面也有一些 YouTube 的老师。哦，对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啊，只要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问。好，还有叫阿杰。好，蛮谢谢。是觉得比较特别吗？蛮特别的啊，关于这边一下都塞爆了。对啊，真的，不过也蛮精彩的。嗯。所以就是说，必须要。去 handle 这一种要管理的，他要有一个数据，要一个流程，对啊，文化管理的。嗯。所以你们台风接下来不是有台风，你不会影响吗？嗯，这几天我在观察，主要是要看你最好今天晚上或礼拜一，要的那个动向比较明确。嗯，然后真的影响太大的话，我们就直接把它拉回来。这样不会很累吗？没有。1公斤45，他那个加法一样嘛。哎，对，那些整篮都是。好。对，那么我再记录一下就完了。谢谢。谢谢。好。四张，他们不是一块。下一个，你等我。四张。拉起来之后，就开始收。对。所以比较慢的，是马大。对啊，他。哦，是的。我们都接那个。啊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三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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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
康。全都中光。